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STEAM 及创新教育分论坛。我们是分论坛的主创，我是汪梦琪。我是何方晴。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2021 China Education Symposium at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This is the STEAM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 Panel. We're the co-directors of the panel. I'm Queen. Hi, I'm Irina. 首先，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哈佛中国教育论坛成立于2010年，是美国顶尖高等学府中对中国教育关注度最强和影响力最大的公益平台。一年一度的论坛旨在连接中美教育工作者及各界领袖精英，共同促进与中国教育相关的讨论。回顾基于挑战并存的2020年，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拥抱巨变，展望未来教育”。我们希望通过九大主题活动，由77位嘉宾为大家带来各个细分领域的观点碰撞。本场活动是 STEAM 及创新教育分论坛，我们将围绕 STEAM 创新教育的平民化、大众化，分享触手可及的乐、玩、制、造。STEAM 教育更为提倡的是综合多学科的多元教育，这样的全新教学模式倡导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完成他们感兴趣的，并且和他们生活相关的项目，在跨学科的模式中激发创造力。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地邀请到6位嘉宾，从课堂、家庭和社区等多个方向探讨 STEAM 的内核，构想创新教育的未来。说，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什么是 STEAM 教育以及为什么要实践它？虽然很多的中国家长都参与到了 STEAM 及创新型教育之中，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孩子应该学习编程、学习乐高、学习创客教育？而这些首先提出这些想法的科学家，又是基于怎么样的思考？创客空间和传统的教室是非常不一样的，尤其是在这里面，我们非常鼓励学生的试错。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他们是自我的，因为这个空间属于他们，而不是我们传统的课堂里面就是老师为主导的。我讲完之后，他学完之后考试。在创客空间里面，这个空间我们赋予他自己的能量。他去探索他的问题，他发现他的解决方案，所以你经常会看到我们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学生，他是在不同的年龄段，他可以跟成年人在一起，他可以教更小的小朋友，他们在一起就是完全融入在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当然，老师的角色也会不一样，我们这里没有所谓的老师，我们只有教练啊，陪伴他们一起去发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赋予他们的技术的可能性，但是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是我们不断去鼓励他们，所以在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试错，但是这没关系，我们的现实社会就是这样的，没有一个正确答案，没有一次说哪个真的是成功，哪个是失败，所以只有在这里，他真正的眼睛是发亮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从以前的是被动学习，家长逼着我去学英语，逼着我去这个学一个机器人，到这里他是真的是非常主动的，他是。摸索着所有的可能性，他会主动来要求你给他讲一个3D 建模的知识，主动讲一个人工智能的知识，他会沉浸式的在这里面学。所以我在那个 slides 里面有一个狗丹同学，包玉刚的学生，他不仅是自己要去发明一个 3D 打印机，那个是比较早的几年，他会众筹crowdfunding，就是他会找到任何。可以把这个项目做出来的可能性，而且它都是用的最新的技术和最新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样的学生在我们这里，我就会觉得特别高兴，因为你不会再去，家长不会再去为他的未来担心，因为他会自己知道自己要干嘛，他要去哪里去学习，所以他会主动去申请，因为要申请美国，要申请 MIT，所以他会。主动学英语，他们本来就是他非常一个男生，他特别不喜欢学英语，家长就逼着他去学，到后来主动学写文书啊，因为他真正知道他这个是他需要的，他喜欢的，所以这样的空间我觉得特别特别让我们也觉得很兴奋，因为这个是属于他们的空间，不是属于老师的，因为 STEAM 教育绝对不是精英教育啊，这个我们好的教育绝对不是精英教育。我可以从几点来说明。第一个呢，确实我们现在是5G 时代、AI 时代，我说这个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逆的，而且是颠覆的。但是，技术本身确实是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要去掌握的，但是不能说技术就是所有。FabLab 是有 3D 打印，我们是有很多的非常先进的设备仪器，但是这不是 STEAM 的核心。核心
还是我刚才说我们怎么去打破很多的纵向的知识结构，更多的让孩子们真正的接触真实世界，用他们的创新去解决问题，这个是 STEAM 教育的和传统教育最最本质的区别。所以这里面不是技术是它的鸿沟。那说 gap 的部分我更不同意，因为我们的农村，我们的森林是最好的学习的这个 PBL 的最好的原始的基地。我们经常会 fly 我们的小朋友去森林学校，在很多的藏区啊，这样的经历是对于他们来讲是 urban life 是完全没有的。所以之间其实虽然我们physical 里面是有很是有距离是有这个地域，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容易解决的。而反过来讲，如何通过技术的东西把它连在一起，比方说我们装很多的感应器在我们的森林里面，那我们在城市里面也可以很快的去设计它。当然再说到如果真的我们在很有限的条件下面，我们用稻草，我们用自然的很多的材料，在我们的 STEAM 的课程里面就是这样的。我们造纸没有太高的技术啊，我们这个丝网印刷也没有太高的技术，当你可以有技术去辅导它。所以创新教育它不限定在哪里，不限定你的技术，不限定你的工具。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在重庆就设计了用稻草做了一个非常创新的课程系列所以这个我是鼓励大家用你所涉及到的所有的材料，所有的可能性去做我们的创新教育，因为这个等不及。但是呢国家其实对于 STEAM 教育，对于我们的中西部的很多的创新教育非常花力气，也有很多资金的支持。我看到很多的学校已经有了这些设备，已经有了这些工具，但是苦于没有老师知道怎么去教这个可能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老师跳跃。就像刚才 Chris 和 Margaret 都提到，我们真正需要一个教育的方法，这个是 STEAM 区别于传统教育最最最本质的最最最本质的一个点。好，丁教授说的非常好。我觉得 STEAM 教育不光是就教小朋友怎么思考，而是思考怎么教小朋友怎么思考，所以老师们也要做出更多努力来设计更多创新课程，然后看看怎么用更 accessible 的 materials 或者利用生活中的场景，让小朋友们在更多的场景里面学习。STEAM 和创新教育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呢，都在蓬勃的发展。学校、家庭、社区不仅仅开展符合自身条件的项目，也逐步在探索相互之间的联动的可能性。在您的构想中，未来理想成熟的 STEAM 教育系统会是怎样的呢？我呢这里要提一点，我们2019年呢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一个文汇奖但这个奖是次要的，但是我想说呢，它呢是鼓励我们高校跟 K12 学校伙伴合作关系。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的想在今天这个论坛上面提到，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是只是一个人做的，或者是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学校做的，它是整个社会要去真的去驱使这个创新的教育。所以 STEAM 教育呢说到这个字面的意思，我今天其实也说了一下Science, Technology 等等，其实我们这个概念已经很清晰了，但是其实本质它还不是这些。我们这个 STEAM 也好 STEM 也好它还可以再加上 R， 再加上 Research， 加上我们的 Humanity H， 再加上 Plus 可以加很多很多内容进去。其实它主要的意图还是说我们横向的去贯穿，把很多的墙给打断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纵向的，所有东西都是纵向的，我们现在就是要横向。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大学，需要我们的 K12， 需要我们的博物馆、美术馆，需要我们全社会社区一起的参与，能够让孩子们真正了解未来的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我们的 challenge 很大，我们环境问题，我们的经济问题，我们的政治问题，像我们现在 COVID 就把世界真的是 break down，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他们未来要面临的，这些是切实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大家一起真的建立起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系统，辅助我们学生真的为未来去设计。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也感谢您对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支持。